你叫什么？曹荣。 实在太久了，你还好吗？好，好啊，挺好的。虽然我是来握手言和的，但也不用这么热情吧？一声欢迎新同事的方式都这么奔放吗？ 我是特意来等你的。没有人跟我说啊。对不起啊，让你久等了。下次约我不用通过别人，直接告诉我就行。你今天来这，难道就是谈工作？也不是。如果你这次不方便，我们也可以再约时间。我知道，你有你的脾气嘛。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啊，开颅圣手温少卿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护士说你不喜欢太浮夸的称赞，应该叫你神外青年医生温少卿。我又说错话了吗？这人真的好难懂。 我还是先走吧。老大，会开好吗？任务圆满完成，你打算怎么奖给我呀？ 突然对我这么好，我有点害怕。那你还给我。不，我要是吃饱喝足再上。钟真，我问你啊，那房子你是替你表姐租的？对啊。那你表姐叫什么？从容。怎么了？以后做介绍前。 请记得先说名字。哦，我表姐叫从容。老大，还有什么问题？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我不接受群组。不会，他刚从国外回来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也没什么朋友，就一个人住。还不接受带人回来过夜？你是说男朋友？还有吗？他有，就好了。 从小到大，他身边的女孩特别多，男的就一个也没有。他不谈恋爱，倒霉的还不是我。要是能求个男朋友，我愿意给观音大士烧3年香。那是求子，是吗？